月四号星期日有咩好节目？一于嚟参加全民运动日啦！今年嘅主题系亲子体能与你同行。下昼两点喺十八区指定体育馆有免费嘅多元化康体活动等你一起嚟参与，啱晒一家大细一起嚟啊！仲谂快啲一起嚟做运动啦，出一身汗，精神啲，人都健康啲。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约定你。你今日做咗运动未啊？其实坐喺屋企都可以一起做运动嘅。一起准时收看全民运动日网上运动示范直播啦！八月四号下午两点有森美、汤怡在康文加加加 Facebook 专页直播运动示范，同你一起做运动，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八月四号预埋你噶啦！另外，巴黎奥运会同埋残奥会即将举行，希望大家同我一起为国家队同埋香港运动员争取佳绩打气啦！